啦啦。哎，到过虎狼门喽。OK。有点光流言回到娱乐上过的蛮有哪家房我们就是帅的不一般长得高牛肉粉跟着行我要多用留言烧烤烤脆饭好帮我说唱不多听各位性格老但为人心不罕有人说自由少年走路不赢快思考和看好咱就盖的风景他动到立刻登顶这些幸福浪的未来绝对值得我们沉浸欲望你是个他的摩托这个慢起这世界的还学一点那天杀的运气不然后来老的危险就见过你惨男子汉本身的半个高压消费站这里我们接下来是什么环节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汉语在心口难开环节。今天是小丁同学和小邓同学的婚礼啊。哦。你是新娘的同学。好的，记住了。你是新娘的妈妈。你离离开不远了。不可能。哎呦，你也快了，我也快了。对，丁老头，丁老头，我还好，我感觉。迪哥，你也差不多。我们都不用搞你，你自己会把自己送走。不可能。女士们、先生们，都感觉挺快啊。各位尊贵的来宾，婚礼仪式现在开始，有请两位新人登上圆台。哇！迪哥又开始演了。激动。这位新郎。你愿意娶身边这位小姐为妻吗？我愿意。这位新娘，你愿意嫁给这位先生吗？嗯，我愿意。干嘛？祝两位百年好合，请大家落座。来，坐吧。来，请坐。新人坐中间，长辈坐两边。来，朋友们。武艺，武艺，对他也太狠了。请坐，带走。来来来来来来，好，带走。啊，来来来，我们家的椅子随便坐的。为啥我就坐是吧？太萌了，他好萌。武艺，你说你快不快？武艺天生就有一种让人怜爱的感觉，很萌。我还能比你快？你我不知道。武艺很快就会结束这个游戏了。接下来是这个新郎新娘要给长辈奉茶啊，先敬茶，先敬茶。那个先给我亲家公敬吧。行行行，那该说点啥我们？正常了，你确定正常流程是要改口？看你愿不愿意。嗯，他就是我是他还改。什么意思啊？从爸爸改成叔叔啊？我就是他爹。对。我们这样简化一点，现在就恩熙给这个迪哥敬茶，对。然后呢，小丁给雪琴敬茶，好不好？好对，要改口啊。行行行。哎呀，好媳妇儿呀，好媳妇儿。嗯。爸。哎呀。哎呀。哎呀。你看看这一身。哎呀。来来来。祝您寿比南山。然后福如东海。哦，谢谢呀，谢谢。好烫，好烫，好烫！我待会儿再喝。哎，聪明，很聪明啊，迪哥。哎，没事没事，太烫了，来拿一下这个红包。哎，我还没给，给了，没给。我没给。他以为自己很聪明。哎，我先不喝。那我现在喝茶。没事儿。
妈。哎呦，祝妈永远美丽，永远瘦瘦。比南山啊，瘦比南山。好好好好好。你觉得我和恩熙未来生活会好吗？第一次结婚也没。第一次结婚。第一次结婚也不太适合，也不太适合，人家也是第一次当妈。这样吧，这个今天呀，我得这个我女儿要嫁给你了，那我得听一听你的心里话。请问你为什么要娶她呢？对，爹也很好奇。来吧，来吧。爹也很好奇。来吧，来吧。我快走。你在旁边插什么嘴啊？要你好奇啥？这是啥呀？你赞同别人，爹也很好奇。我们就是。朋友们，迪哥快了。第一个第三题了，来吧，讲讲看吧。第一次遇到恩熙的时候呢，我觉得他是一个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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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这一轮全是自然打折，都是主动型，就是自投罗网。好嘞。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我觉得她是个很漂亮的女孩子。嗯。然后我觉得未来我一定会好好对她。嗯。不会辜负你的养育之恩。所以你觉得我们未来会好吗？会好吗？会好吗？一直反问，那就要看你的表现了。我还想问你一句话。哎，你说。嗯，就是认识这么久，我好像还没有很认真的听你对我说一些表白的话。哦，是吗？哦。哎我就想听一些比较直白的话。哦，一般这种时候应该说什么呀？就说一般就表白啊。你如果在这个时候，这个同学是不是、第一次见？你教教我儿应该怎么说？我教你啊，你教教我。对，三个字你都不会啊？三个字。爹，你觉得他说的详细吗？挺详细的呀，爹都听懂了呀，那不详细吗？最简单的三个字，最能表达彼此的感情的三个字。我爱你。我爱你。这是你媳妇儿亲手把你送上来的。心甘情愿为爱牺牲的少年。那今天这个高朋满座哈，我觉得还是要感谢大家的到来。我不太会说话。谁代表我们说说吧？那肯定是小两口说一说吧。又说这么多亲朋好友在这儿。对啊，我都来了。你确实要或者五一哥，要不是你说两句吧。说两句。对，五一哥你代表这个他们说两句。你代表我们家里人说两句。我就不说了吧。好，你抓走抓走啊。我不说了吗？你抓走抓走。你不说了你就来吧。不说为什么？我是啥呀？我不说了吧，我被淘汰了吗？没有，你还可以参加酒席，你就放开耍了。三次了，已经三次了。对啊，对啊，坐下，拿东西，你自由了，自由了，可以，可以尽情引诱别人。好，
行吧，咱们先喝一下好不好？这么多朋友在这儿，来，咱都喝一喝。哎呀，不礼貌，不礼貌。我怎么了？你不礼貌，端起你的杯子。他不礼貌吗？不礼貌，你也不礼貌。你过去，你批评他，你批评他。我说他不礼貌。对呀，对呀，来呀，谁呀？对呀，批评别人。你说谁不礼貌都不行。我不。迪哥也自由了，乖乖乖，我自由了，你们都自由了。好吧，那这样，那我们请两位简单的说一下你们相识的过程，好不好？其实我们两个人在小的时候就认识了啊，小时候认识了。对，然后、我听说他后来发现你的身份不一般，跟他原来想的不一样，可能跟他想的有一些不一样，所以他没有在发现你那个不一样身份的时候就抛弃你，对不对？并没有。哇、他是接纳我。对，我觉得我应该是我感谢你，就是或者说我们彼此比较、彼此感谢，彼此感谢，彼此尊重，彼此包容。哎，彼此感谢，是不是真好、抓走，干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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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还有送走两位新人，送走两位新人，两个人一起送走。第一次看到两人一起喷的，哇，这个炸，这个炸，彼此感谢，彼此感谢，干杯，干杯，干杯，真好，真棒，行吧，来，请再次登上这个圆台。哇，三二一，哎呦，哎呀。哇！哎呦！哎呀呀！头发乱了，头发乱了。粉红泡泡。刚才应该讲的是那个剧情，是不是？对，应该是。打算到哪儿去度蜜月啊？在这么重要的日子，其实我挺不舍得自己的家人的。哎呀。说吧，你希望妈做什么？你此刻能给什么吗？啊！哎呀！咬牙切齿的。给不了一点儿。是这么不想让她嫁给我？想。是不是？哎呀，亲家确实聪明。我都自由了，亲家头上还有东西呢。行行行，我吃个饺子，代表一帆风顺吧。护卫，你俩护卫哦，对，喜欢看你们这个，可以，听得到爸爸说话吗？光给自己吃啊，就是给你媳妇吃一个呀，想看你们未来的生活。哎呀，还蘸醋呢。老公，我不饿。我饿。那你多吃点。那这样，你喂他吃啊？行，这个可以。来吧，那我们每次吃饺子肯定得有点祝福话嘛。我祝福你们，我祝福你们。我祝福你们，好，夺门而出。好 ，OK， 好，可以了，可以了，谢谢两位。噎死我了！可以。我祝福你。就他们三个胜出了，好不好？可以。那么现在呢，我们场上局面变成了倒数的队伍有三支，分别是零个星星的郭京飞和秦岚，以及五个星星的武艺迪哥、陈哲远和梁杰。我们是抽，对，抽好不好？一人抽一张，看谁的点数大。大家真上头了，上！抽到大数的人是安全的。等于拿走了对方那么多星星啊！那我就这个了。好，那梁杰那个，你也要这个？你也要？你能不能换两边？好，亮出来，三、二、一、四，陈哲远。哇！白色橄榄树大包。
真的高潮啊，今天的高潮。那四位请上来，请上场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请泽林把动感地带芒果卡插入到我们的装置当中，启动我们球球来了的惩罚。那灯亮之后呢，会开启我们的倒计时。是的，在旅途中一张好用的电话卡呢也是至关重要，有了动感地带芒果卡呢，流量畅快刷，网速更丝滑，可以在最美的风景下和好朋友随时分享美好瞬间，还能享受超级会员追剧看综艺听音乐，让旅途充满乐趣。是的，每日每周每月还能抽超级盲盒，赢取最新款的手机和心动好礼，也别忘了用动感地带芒果卡向家人们的报备旅途平安。最后呢，祝祖国繁荣富强，祝大家国庆快乐，国庆快乐，国庆快乐。哇，这个哇，这怎么，这个不会直接爆掉吗？就是要爆掉啊。 That's okay, baby. 哇，来，大家这样勇敢的往前趴，来，勇敢的往前趴，对，不会抱，然后把脚落在这个上面。都睡着了，飞哥，我已经躺好了，我有点害怕。陈哲远一直在看别人，你自己顾好自己。慢慢来，慢慢来，别推我哦。可以。啊！好，来，何老师，您说三二一。好，来，准备啊！陈哲远，表情。好，准备，各位。表情。来，启动。三二五。不要！一走。还好啦，还好。一好星期六，精彩看图。